搿些些物事就是天气，日子就是，阿些天气早一点，他比如说阿爸，阿们些家产的分都阿到的呢，在那比的嘛是天气早呀，家产的分都阿的，阿个西边是天气早一点，家产都得庄稼位，另一边另一边位置，天气的本来铺路也可是不是，赌博就不也，以前企业结不结在出业。这妈也压克的不也他西西的给他都是还不是国家呢爹的妈的不也他呢还是钱也办法没不什么他就居民过的的呢别西是他爹出钱的是别人说别别爹或者是有还爹妈还急他是新鲜有了是有是有的但是有了比的用人压克就连生了给克过一位阿妈是第一季节树叶，哎，就过的个年阿拉毕业，你大妈、阿爸，俺都得罪的不少，三弟都能得罪的不少，不是在今年，俺那鸡蛋他妈欠他不少，恁俩都用人蛋他洗的不呢？给特别老啥子，年轻人的嘛是，国家都地里看五年，咋比是洗的给？咋比是洗的给？他多子？咋比的就是第几的都找你洗洗给五年他说他多多嘛是接车大爷弟弟大爷哪几五的米哪几五的米提几的嘛是娃呀阿娃呀提几的嘛是弟弟是阿爸啊不别的得罪的不是你都得罪的不是你几当他妈欠他不是提比的他那用人的电话都嘛是，提几米下，铺了被租了，我接住了，给他租的嘛是，儿子长得都是觉得嘛是，啊最早的被他的嘛是，提几提到地下一辈，有时候里几，你说的嘛是有二几几，前面的嘛是，你给老人还说，怎么也说是故事的被他也，可是三弟嘛拉都给打包也，阿拉都提表苦的但是话说也。阿拉故事的个基地是不是个耶？故事个热个个耶？阿拉还是最后话是，三弟阿拉都唔给打包耶。故事故乡基地都给他娘子老辈子提笔的，还是呢？我是个他都接受着不耶？我是个物业，三弟阿拉都特别苦的个事耶。因此，耶稣基督阿拉都当年他是西的个实话说耶。耶稣他都说自己爱的顶他娘，还是呢？你一年呢都而且对承受都不一阿拉是承受不起的呢他是承受都不念阿拉妈是凡事的不一阿拉提拉都地里可以追我的可是呢耶稣都相信不起他是阿拉都可是呢耶稣都下个节气的代言可是用不说阿拉妈对的那几千西米谷阿拉旅行是那几年三弟给的代表三弟阿拉没追人哇，阿都惩罚不懂嘛是，耶稣的底下耶，阿拉都原谅的不起，啊犯罪嘛不是，啊耶稣都跟他去，都阿姆别阿爸等他呢，阿你们想路西那几步嘛，奉耶稣的命祷告，阿门。